怎么想的这个方法的？我觉得这个高度不高。没什么，只是照片。没什么。挺好看的。没什么，都是风景照。风景照怎么就不能看啊？应该特难看吧？给我看看。不是。伺候你别介意啊，我就是想给严朗留个美好的记忆。那就拍他们俩就行了嘛，不到我一拍。秦叔叔，我来帮你。哎呀，宋总，三个人在一起才像一家人嘛。谁跟谁是一家人？哎呀，行了行了。回头我把带你的都删了，行了吧？来来来，烤肉吧，饿了。烤肉，烤肉，烤肉。好吃吗？要不要喝这个？哎，搁辣椒。哇！好了，这个可以先吃。哇塞！你先吃。吃东西了，吃东西了，吃东西了。哎呀，吃饭吃饭啊！哎呀，给你鱿鱼串。哇，秦墨给你一个香菇，谢谢啊。严朗，记得一会儿吃完东西呢，要把这些垃圾扔到垃圾桶里面，不能随地乱扔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宋总，至于吗？那么讨厌秦墨？我知道在你们看来他什么都好，可是我姐姐既然那么恨他，甚至都不想让严朗去认他，肯定有他的道理。我不想违背我姐姐的意思。宋宋，哎呀，糊了。干杯！干杯！妈妈，给你的。谢谢。这个是给秦墨叔叔的。啊，谢谢。月月，这串是给你的。谢谢。喂你。哎呀，我不吃鱼的，你忘了吗？我吃这个。哎，对了，我们一会儿吃完饭，大家照个相好不好？啊？啊？我就不照了，你们照吧。为什么？对呀，妈妈好不容易才能来一趟呢，我们照一张吧。哎，我帮你们拍吧。哎呀，不用了，我的相机有延时功能，每个人都可以照进去的。哦，太好了，可以照相啦！太好了。一二三，大家说茄子啊！一二三，茄子！烧烤东西都收拾好，还不赶紧走啊？快点啊！严朗，妈妈今天好像不是很开心，要不你去哄哄她。终于想起我来了，算你有良心。妈，我能跟秦墨叔叔一起走吗？不能。妈妈，我知道今天是你安排的，以后不可以这样了，知道吗？妈妈，我们以后真的不能跟秦墨叔叔在一起吗？对，不能。为什么？我本来还说秦墨叔叔很好的，我不可以走了，我要跟周月同学走。严肃，我知道你今天很不高兴，不过你放心吧，以后没有你同意，我不会再出现的。只要严朗高兴就行了。
主要生气，说要跟你们一起走。哇，你可越来越行了。那是。哎，那他们两个现在单独在一起呢？嗯，应该在一起呢。我给你妈打个电话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们先走了再说吧。就是，我们先溜啊。嗯。哎。他们仨人呢？怎么不见了？哎呦，严嵩！啊！喂，喂，月月，你跑哪儿去了？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？我跟施小杰快到停车场啦，你们呢？那严朗呢？严朗？严朗没看见啊！啊，他刚才去找你们了呀？没有啊。不，来来，我来。月月。啊。严朗没有跟你们在一起吗？这严朗刚刚不跟你们在一起的吗？没有啊，我这种事情不能开玩笑的。我没开玩笑。那惨了，严朗可能走丢了。啊？不会吧？你们先别着急啊，这样吧，我们分头找找，你们在里面找，我们在外面找啊。我们这边要是有消息了再联络。好好好。怎么回事啊这是？我们分头找吧。行，找到了打给我。先这样。这样他们俩会不会急死啊？哎呀，急什么急啊，让他们幸福去吧。对呀，幸福最重要。嗯，走走。吃饭去，吃饭。严朗，严朗，严朗，严朗。我这两个没良心的都不接我电话啊。着什么急呀，他们也没给我打电话呀，先吃饭吧啊。也是，反正有秦墨在。嗯，吃饭吃饭吃饭。嗯啊。嗯。严朗你在哪儿？严朗，严朗，严朗你在哪儿？严朗，严朗快出来。严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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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别跟我开玩笑，你快出来，严朗。严朗，严朗，喂，施小杰，你们找到严朗了吗？哦，哎，你稍微等一下。你妈？喂，妈，我们已经回酒店了，你们快点回来吧。你跑哪儿去了？知不知道急死我了？不许乱跑了，我来找你们。嗯。这是哪儿啊？严朗，严朗，韦小杰怎么样？找到了。行，好，那你帮我看着严朗。好，我跟严嵩马上回来。秦墨叔叔，就算我妈知道方向，她也会迷路的。好的，放心。
严嵩，严嵩。严嵩，怎么没电了？有人吗？有没有人啊？严嵩。严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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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秦牧，是你吗？我在这儿呢。严嵩，秦牧，他们找到严朗了。我知道了。那我们回去吧。我不小心刚才把脚给扭了。我看看。只是扭到而已，应该没有伤到骨头。没事，我们走吧。真的可以吗？可以。来。啊！哎，别动，坐好。干嘛呀？来。哎，不是你别，我自己可以走，你放我下来吧。不是因为我，妈就不会受伤了。拿着，不许哭。你是男子汉，知道吗？我先就带你去找你妈妈和秦墨叔叔，好不好？走。好慢呐。怎么样？你的脚有没有好一点？很快了。你身上怎么这么胖？因为你沉啊。你放我下来吧。哎，放你下来，你自己能走啊？我能走，没事。行了，别逞强。你今天来。严朗挺高兴的，我也很高兴。我下来吧。不行。没事吧？来，先让我下来。你小心。你是不是生病了？之前有点感冒，现在还有点发烧。我们歇一会儿再走吧。树林找找。哦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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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既然你生病了，干嘛还要来啊？只要严朗开心，其他的无所谓。
你到底是秦墨还是陈斌？我是陈斌，但是有时候还挺希望自己是秦墨的。我也希望你是秦墨，因为秦墨是一个善良、细心、什么事都为别人考虑的人。可是我姐姐说的陈斌不是这样的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恨你，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让阎王认你。我明白。其实我也想知道，陈斌到底做了什么，伤害了沈洛。沈洛为什么那么恨他？为什么要离开他？但同时我又害怕知道，知道陈斌原来是一个连我自己都讨厌的人，那怎么办？我倒希望你对我们不好，那样我还可以好受一点，还可以当秦墨从来没有出现过。严肃，妈妈，秦墨，你哪儿啊？严肃，叔叔，秦墨，严肃，叔叔，秦墨叔叔。行了，别说这些了。越来越晚，也越来越冷，我们赶紧走吧。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可以走路了。他没事吧？那我可就不知道了。反正石小杰照顾了他一晚上。嗯。好香啊，宋总，你都没给我做过这么好喝的鸡汤。急什么？这个是你的，嗯，一会儿你帮我把这个鸡汤给石小杰他们送过去吧。哎呀，今天可不行啊！我今天有个大客户要来店里，那可是我的衣食父母，我可不能怠慢。行吧，那你忙吧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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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你这去哪儿啊？生着病的，赶紧把水果吃了。我不吃了，我有点事情要出去一下。哎，帮我跟严总说，我今天接严朗下课啊。哎，怎么又是我说啊？